过啊，这个买一送一，两个才100一组。果然有哎、欸，我从来不知道你们家有便宜的。你看哦，这个是值得向你推荐。我们家很多，没关系，你先说。你家的跟应该跟我们的不一样，我们的胶条这个是德国制，它的胶条是一体成型，它不用拆，所以它油脂没有细缝隙，油脂水质不会渗透进去，就不容易滋生细菌。像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个？赞吧。这个不用拆的。不用，我今天带便当，你看到了，我盖好它不会露出来。它密合度非常好。如果说哈，像很想象科学薪资。如果说你装水果的话哈，你放在冰箱里面放3-4天，它都不会氧化。哦，因为密合度真的很够。是，对对。那这个190有两个，因为它现在买一送一。对。OK。那怎么洗？也不能用刷子刷。对呀、啊，你就用刷子就这样子洗一洗啊，洗完以后不要马上盖起来，就会给它晾干，它就不会发霉。你家里面的，如果你有家里面有保鲜的，那应该是那种胶条是要拆的，对啊，所以要胶条要拆，它常常会滋生细菌，对啊，就容易长霉，对啊，这一种就不会，它完全密合，对，厉害吗？哎，你看一下，你都心动了，他眼睛是这样，对啊，什么？它这个真的很好用啊、哦，它的保鲜效果非常好，而且它很便宜，它是德国制的，哎，对。它才190哎，就买一送一，就变成一个只有90。它有30年保固哎。Thank you。你可以用30年。它保固是保固这个胶条不会漏，就是不会渗水进去。哦。对，不会渗水进去。这是水果刨。哎，对，那个是水果刨刀。嗯、它也可以微波啊。嗯。Really？ 可以。所以。这么厉害，所以它都是塑胶的，它这个是 PP 不含塑。